欢迎各位，大家好。欢迎各位，请各位就坐。我们开始的时间有点晚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来宾还是很多的，欢迎大家。各位早上好，我叫 Chris Buckridge。我是 Mac 的人，也是 ICC 的代表。我的同事是 Bruna。互联网的碎片化，我们已经进行了，过去3天进行了很多的探讨，抱歉是2天半。那么今天的这次主会场是要跟大家谈论互联网碎片化的。这个不仅要谈它带来的缺点，还要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今年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这就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球数字契约 IGF 的社群将会为此注入自己的观点，为全球数字契约提供信息，使全球数字契约能够成为一个有效的文本。互联网碎片化的避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需要弄清楚互联网碎片化是什么意思，它对于互联网本身、互联网的用户以及互联网对社会所带来的有什么意义？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还挺庞大的专家组，他们的观点和专长很多样，为我们的探讨来说是很有意义的。首先呢是 Amandeep Jill，联合国秘书长、技术特使 Tatiana Chopina，莱顿大学，Edmund Chung。Dear Asia 组织的 CEO，他也是互联网数字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的董事会的成员。Shita Kumar，Ra Echeverry 是拉丁美洲互联网协会，Shita Kumar 是全球数字合作伙伴的代表。他也是互联网碎片化政策网络的主席。我们想要听到来自于青年人的意见，当然也希望听到各位专家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来自青年人的视频。我们愿意播放一下这些视频，随着我们的开放探讨的进行，我们也可以贡献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来播放视频吧。可以播放吗？议员无法听到原因。抱歉，现在议员无法听到英文原文。
现在英文原文没有声音。抱歉，议员无法听到原声。好的，那我们呢？这次会议呢，一开始呢，先听取了新年录制的关于互联网碎片化的一个视频。
们强调，就是说，在不同的区域，大家的观点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听到不同的意见是很宝贵的。我们接着开会，互联网碎片化是。避免互联网数碎片化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全球数字契约中建议的解决的复杂数字问题之一。那在即将到来的联合国的谈判当中呢，应如何将其视为一种风险或者重点？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之前的会议当中就已经提到的。谢谢。首先呢，想恭喜 Bruna 和 Chris，你们把青年的声音带到了最前沿。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互联网的用户体验今天是碎片化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从一个地理位置到另外一个地理位置，从一个应用到另外一个应用之间的过渡并不平顺。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是被限制了的，所以用户体验的碎片化是一个现实。我们需要足够的严肃和足够的智慧。才能应对这些问题，才能实现统一的互联网，这是最关键的。要把这个问题纳入到全球数字契约的探讨当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风险是非常严峻的，而互联网的碎片化是完全是。数字合作的反面，与其相反的，在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以及全球的数字合作，与之完全相反的就是互联网的碎片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当然了，在内容的层面上，大家呢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的这个影响。那么互联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那么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体制和法规，那么甚至一些文化的一些这个禁忌，或者是宗教的一些禁忌，包括在隐私保护这方面的这个保护法律也不一样。那么，所以这种多样性呢，也是造成了这个互联网的碎片化。另外一方面呢，是另外的一个因素呢，是这个经济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我们是有这个开放、自由、安全、包容性的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的机会和好处。那么刚才呢，我们的青年的参会者也讲到了这一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巨大的市值，我们看到有巨大的这个市值，这个市场的价值。那么不管是其他的像媒体这方面的这个或者是别的方面，那么大家会对于这样的这个机会呢是非常希望能够抓住。那么很多人在问我们如何去发展数字经济，我们如何去保护或者是控制数据，控制这个平台，我们如何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本国的大企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缺少这个国际的合作，我们缺少有足够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那么我们这是应该携起手来共同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刚才呢，您讲到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联合国的这个平台的这个自我的反应，那么对于一些政府之间的一些讨论的内容的反应，那么对于我的这个工作呢，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基石，就是前后一致、连贯。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在治理方面的工作和，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方面的工作，那么我们有不同组织在联合国的系统中，有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机构，那么他们是有一些物理上的网络，以及在这个人权方面的工作、教育这方面的工作等等，那么在不同的层面上的工作、不同的内容的工作需要进行协调，那么成员国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不应该对这些工作感到混淆。那么，我们在这个数字社会的建设这方面呢，有不同的一些内容，我们不应该得到不应该感到混淆。那么，我们在 HF 呢，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将这些这个重要的议题反映到我们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工作。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海丁。那么这里呢是有您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去打击这个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您作为联合国的这个特使呢，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建议。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个线上线下的会议。那么下一位呢是 Tatiana Tina，那么她应该是在海牙。那么我想问一下您俩，那么您是参与了很多关于互联网的学术这方面的讨论，那么您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那么也是总结了很多其他的方面的讨论。那么我想给您提出的问题是，目前的主要的这个碎片化的风险，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来说是什么样的风险？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有什么样的演化？那么，比如说，像在这个重点事项、重点的一些风险和它的这个重要性这方面，过去几年这些风险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么，有请 Tania。那么，我感到非常感谢参与这个远程的会议，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是莱顿大学的 Tania。那么，首先呢。刚才我们的嘉宾呢，也都是讲到了不同的一些层面技术的层面，我们的 MDP 也讲到了有这个，还有这个内容层面和基础设施的层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互联网的碎片化是由来已久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一些很多的这个自主性的控制和管理，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系统，所以呢，我们还是有这样的连接性。那么我们有不同的系统，有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协议。那么我们还有这个唯一标识符也是一样的。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都是采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统一的这样的系统呢，并没有得到挑战。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不应该出现碎片化。那么我们看到，像5、6年以前的这个碎片化的情况，给我们造成了连接性的影响。那么在几年前的 UAP，和这个其他的一些挑战，给我们造成了这个这个连接性的问题，我们当时以为会造成连接性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出现连接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一些这个像政府间的一些组织和政府间的一些倡议，我们都在不断的去讨论方面的这些挑战和一些障碍。那么我们当然了有一些民主的和非民主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像根区服务器这方面的这个服务，那么帮助我们来实现互联网的这个可互用性。那么所以呢，
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来这个避免连接性出现问题，避免这个出现这个连接性全球的连接性出现这个中断。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在技术的层面上，这个用户的体验我们已经提到了。那么在技术之外呢，我们看到有基础设施这个层面上，那么这并不是说我们出现了这个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看到不同的政治的体制是不一样的，有些是民主的，有些是专制的体制。那么有不同的国家呢，是有不同的政治的体制，那么他们也许有些原因去保护自己的公民。那么对于这些连接性的限制，他们对于这些这个国家的互联网呢，实际上是人为的设立了一些障碍和这个边界。那么他们认为互联网是一种主权的体现，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在很多全球不同的地方的这个用户的体验，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那么这些限制呢，也是造成了一些人权的侵犯。那么我觉得，我确实想将其称为是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它实际上是掩盖我们这事所发生的问题。那么关于相关的这些我刚所讲的这些互联网的限制，那么我是并不赞同的。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唯一标识服务和互联网的这个全球的运作的方式，那么我们实际上呢是可以很大的程度上去提高这个互联网的用户的体验，但是呢现在这个体验呢出现了碎片化。那么这是由于这个不开放和限制所导致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讲的不应该是仅仅是这互联网的这个碎片化，或者说是闭网。那么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人权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避免对于这个用户的体验的这个影响，或者是碎片化。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所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是因为我们在今天做这样的一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和以前一样重要。那么有一些国家呢是希望能有建立起这个本国的互联网的管制，本国互联网的主权。那么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呢，是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多利相关方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在技术层面上的这个治理也应该有一个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那么这样的多利相关方的模型呢，实际上是被淡化了，很大程度上淡化了。那么在基础设施的层面上呢，这些变化对于这个用户的体验的这些变化呢，是很难这个逆转的。非常感谢你给我们提出的意见，非常感谢Tatiana。那么您所讲到的基本的人权的侵犯，那么或者是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我们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层面上也讲了很多。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讲到了，如果在基础设施的层面上出现了碎片化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所有的人呢都会是有影响的。那么关于互联网的这个基础设施这方面的项目，像 Edmonton， 那么您觉得这对于这个对于运营商的社群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有请您。好的，非常感谢邀请我来这里。那么这是一个，当然了，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也就是互联网的碎片化。那首先呢，我想在跟进一下刚才所说的什么是碎片化，什么不是碎片化。那么实际上呢，对于这个用户体验呢，有不同的一些方面的，比如说像多样性，它并不是碎片化。那么在这里呢，在这个埃塞俄比亚，我所看到的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这是用户体验，所以呢它不能被称为是碎片化，对吧？那么我觉得我们所讲的这个政策的网络所建立的这个框架是非常重要的。就首先我们需要去确定什么是
这个碎片化什么是不去什么不是碎片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层面，比如说像这个用户体验层面，或者说是治理的层面，或者是基础设施的层面。那么关于互联网的本身呢，它是一个高度的这个非集中化的一个系统。非集中化的不应该被视为是这个碎片化。那比如说我们在亚洲呢，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像点 Asia 点这个 JP 也就是日本，或者点 com， 那么或者点 kids 或者点儿童，那么有不同的一些域名，那么不同的域名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政策，对吗？比如说点 kids 或点儿童，它和这个点 com 的这个政策就不一样的，就是说点 kids 点儿童这样的一个域名后缀呢，我们就是因为需要注意到儿童的权益保护，所以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管理措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去考虑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包括像数字主权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个我们讲到数字的主权，很多政府都是非常关注的，那么我们需要去考虑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最基础的方面，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我们需要去这个了解到相关的这个多类相关方的模型。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呢，都是非常的关注多类相关方模型的构建，使我们的互联网能够成功的运营。那么我们需要去加强这个 ICANN 这样的组织，尤其是对于 ICANN 的这个参与和 IETF 的参与。那么尤其对于我们来说，参与这个互联网的治理论坛和这个生态系统，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来帮助我们去加强今天的话题的讨论，也就是帮助我们去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为了去避免碎片化，那么在这里呢是有这个技术层，像 DNS 域名系统，那么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标准，比如说 IPv4 到 IPv6 的这个转型，那么 DNS 的安全和这个国际化域名那么还有电邮，那么你可以用自己的本地的语言和文字去这个编辑电邮或者说是制定的域名，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么刚才Milton Mullen 也讲到了，那么刚才呢有一位青年的这个代表在这个视频中也讲到了，这是关于信任。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为了去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信任是非常关键的，只有信任才能够把互联网联合起来。那么我们需要有相关的协议和标准，但是呢如果我们去挑战我们现在有的这个相关的治理的机制和相关的机构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去这个解决，我们就无法去这个拥有或者是解决或者是这个改善我们这个互联网这个把互联网连接到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把互联网连接到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协议他们需要进行更新，而且持续有这种开放的标准和规则。为了避免碎片化呢，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还需要加强参与 IETF 参与 ICANN 以及 IGF 的工作，尽管他们并不是完美的机构，他们需要得到改善，他们需要关注人权，关注民主的原则，但是更多的参与这些组织和机构是非常重要的，从而能够帮助我们避免碎片化。谢谢。非常感谢 Edmund， 您刚刚说了一些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给到了我们更多的讨论的话题。那么下一位我想问一下 Raul， 您是在私营机构在技术层面上都有涉猎，那么我想问您一下，您的组织在南美地区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你们有什么样的商业的政策来避免互联网碎片化呢？
非常感谢，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在这里发言。我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专家组成员来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那我想说，我们必须要了解碎片化呢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全球可及性是互联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另外呢还有这个信任。问题在于当人们针对同一个行为获得了不同的回复的时候呢，那么不同的回复将会同不同的地区或者是国家的网络联系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打碎了或者是打破了这种信赖。我们刚刚已经谈到了这个政策网络的框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了解碎片化有不同的类型，而且同时也谈到用户体验的碎片化等等。但是我们要把关注点放在技术层面上，因为在这个类型中呢，我们有不同的情况，有一些是有意义的碎片化。那么在此前的一场会议中，我们也谈及了这一点，那就是比如说某个国家正在进行故意的这种碎片化，那么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那么这不仅仅是一个碎片化的问题了，我们可能不能从技术层面上来解决，因为这是一个政治上层面的问题。但是我想关注的一点呢，那就是非故意的这种碎片化，它同政治无关。比如说英文它能够给到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了解哪些是政治化的，哪些是非政治化的这种碎片化。但是在西语中，西班牙语中的这种情况是很难区别的。那么其他的同事也谈及了这一点，很多同事谈及碎片化的不同类型，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强调，某一个国家很有可能也面临着碎片化，因为某一个国家可能会针对不同的问题呢，它找到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内容的控制，因为这个国家他们认为这些内容是影响到人权，或者是认为这个内容是违法的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国家他们有一些法律和规章，他们规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连接提供商要求他们移除某些内容。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很复杂的，所以政府和决策者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参与到最初的对话。那么互联网协会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了一份文件，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指出内容这一块的治理，那这个问题是不简单的，因为这后面会影响到人权、言论自由、表达自由，以及内容的碎片化。因为在内容这一块，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碎片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对，比如说现在正在举办世界杯，那么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转播。另外呢，还有一些国家他们不愿意直播，
那这也是我刚刚谈及的那些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更糟糕的情况。我们了解，就是有一个，还有一些就是，就是他们会发现某一个网站或者是一家公司不遵守某些规则，他们会把这些网站或公司的网站给关闭。那但它实际上是忽略了互联网的这个架构的演变，这不是我们仅仅关闭一个网站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云了，我们不能，通过禁用Amazon.com 或者是 Facebook.com 这种方式来关闭这些公司和服务，所以。那么 ISP 要怎样去尝试来遵守或者是尝试来实施这些解决方案，那这些都是我们在高层上关注的一些问题。谢谢 Raoul。 的确您刚才说的是非常具有相关性的，而且你谈及了这是为什么要是一个全球的合作的行动，而且也需要在 IGF 的这个环境下进行探讨的一个活动。那当然了，我们也需要在监管和法律上应对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 Amitai Mandy， 他是来自 Meta 公司。我们都知道 Facebook 它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那么从您的公司角度，从私营企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我们要怎样去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Bruno， 感谢您邀请我参加这场会议，感谢您邀请我的公司 Meta 来参加这场会议，还感谢你们让我参加这个专家组。我看到有非常优秀的专家组成员，他们来自不同的这个理由官方。我此前也谈及了这一点，那 ICT 的技术呢？当我们能够妥善使用它的时候，它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而且它能够促进创新。但是这个潜力 Raoul 还有其他的专家组成员也谈及了，这种潜力呢，它基于互联网是开放互联和互操作性的。那么刚才一位专家组成员也提到了，我们必须要保护权利，要信赖互联网的用户。对于 Meta 来说呢，我们是有自己的这个职责的，从而来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因为我们有十几亿的人都在使用我们的平台。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首先第一，在我们开发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要把人权置于中央。第二点呢，要认识到私营企业在哪些方面能够参与进来，来避免碎片化。第三呢，就是要采用国际合作和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来治理互联网。那这就是 Meta 的观点。那么首先呢，我的同事还有我们的专家组成员也曾经谈及了这一点，那就是人们很关注他们的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世界杯的转播过程中呢，各个国家都采取了自己不同的政策。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还提供一些医疗保健啊，还有一些教育的服务。那么在这一块，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首先就是使用不同的平台的人们，他们实际上已经被束缚化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上，不同的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限制。第二点呢，就是在言论自由这一块，我们看到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虚假新闻。那
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得到解决，因为作为一个社交平台的话，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平台上发表的信息，一方面是保护人权的，第二方面呢，来是反对这些虚假和仇恨言论的。所以呢，我们构建了自己的人权团队，而且我们还制定了一份非常具有野心的保护人权的这项政策，正在我们的公司进行推行。那么这个政策呢，它是符合联合国的人权的框架要求的。另外在 Meta 中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关注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和参与，那就是要关注那些边缘化的和少数群体，让他们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政策制定中来。那么这些是 Meta 在做的一些事情。我还想指出一点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参加了今年的这个开幕仪式，我们当时谈及了 ZP.Africa 的这个活动，我们也在非洲来推广互联网的连接，刚刚专家组成员也谈及了这一点，那就是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呢，也需要参与在非洲这方面的工作，来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能够获得有益的连接，能够真正上网，并且真正的参与到网络的工作，并且在网上打击这些暴力啊以及霸凌等等这些活动。那么作为 Meta 来说，我们了解我们是一家新企业，但是我们也是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中的一员。那么现在把话筒交还给 Bruna， 谢谢。非常感谢。那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碎片化话题的真知灼见及你们的分享。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补充性的工作正在进行。那么我们的下一位同事呢是 Shishakuma， 他是全球数字合作伙伴的一员，他同时也参与了这个政策网络的这个起草。那么此前有一场会议也是专门涉及这一块的，那我此前我总是到 Shishakuma 那里去，我希望了解到这个混合式的会议在 Zoom 的聊天室中进行混合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用户的有关碎片化的体验，特别是在技术层面，也许你可以介绍一下政策网络是如何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的。非常感谢 Chris。 大家好，你提到了我是在 Bruna 作为政策网络负责互联网碎片化这个议题的协调员。在本场会议之前呢，我们讨论了政策网络接下来要做什么，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碎片化是在发生吗？还是在未来会发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们正在体验我们的开放的相互链接的互联网好像在离我们远去，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很显然呢，我们非常的关注，而且我们要采取行动。政策网络想要去应对这个议题，当我们讨论互联网的碎片化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什么？
我们有不同的视角，我们有不同的工作坊，我们做调查，想了解，当我们谈到互联网碎片化的时候，大家的意思是什么？你假设别人指的是什么？我们了解到是在我们框架当中有两个元素，大部分人指的是都能够适合于这两个要素，一个呢就是用户体验，互联网的用户体验是碎片化的，就是可互操作性、连接性、技术层是正在是在运行当中的，但是在现实当中人们的体验，他们会看到信息流动受到了干扰，或者有的时候互联网被断网了，他们是没有链接到一个开放的可互操作的互联网上，这是一个用户的体验。还有在技术层面，有一个发言人提到了技术层面的组成部分，公共的核心层，如果这个核心层受到破坏，那就会影响到互联网，而且互联网在演变当中，在技术层我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如何进一步的使互联网演变，以保持作为开放的可互操作的互联网，所以有很多的因素掺杂其中，还有什么样的行动来控制对互联网的访问，比如说内容的管控，我们需要把它正常化，这可能会影响到技术层面的互操作性，这是两个要素，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讨论，我们非常期待听到大家的意见，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听到一个评论，就是每一个要素呢都要进一步的去分析它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可以做这项工作，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我还想提的另外一点，就是一个整体的评论，我们持续呢在政治网络、政策网络继续召开网络研讨会，我们有很多独立的行为体都在展开合作，这对互联网也是，否则的话它对互联网也是一个威胁，所以呢这是一个更高层面上的要素，这些都会互联网产生影响。以上呢就总结了我们在政策网络就这个议题所做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我们在不断的向前推进，通过大家对这个议题有更多共同的理解，我们在征集建议意见，来避免互联网的碎片化，来支持捍卫开放和互操作的互联网。就像大家所说的，我们都热爱这样一个开放的互操作的互联网，我鼓励大家参与到政策网络的工作当中，谢谢大家。我想请嘉宾发言。先请 Edmund 发言。好的，我想补充Raoul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在埃塞俄比亚，当我打开我的电视的应用的时候，它的运行跟我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碎片化，但是我所做的，我用 VPN 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可以看电视了，但是如果我不能够用 VPN， 那就是一个碎片化了，我不能够持续的用 VPN 链接到我的办公室，这就是一个碎片化。但实际上我们如果用 VPN
能够链接回去，那就不是碎片化。我认为在前面我也提到了我们需要做什么去防止互联网的碎片化。很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密切关注，比如说有一些的碎片化的体验是不是持续一直持续下去，我们要持续的加以监控，这样我们有早期的告警来采取避免的防止的行动。另外一种例点就是技术层面，我们有几次很危险，但是我们有灵活性，可是来做监管机制，有 IANA 的管理权的移交，所以呢我们很好的做了过渡。我们要促进多利相关方对技术层的治理的信任，要持续的建立这样的信任，这是未来要做的第三点。当我们谈到政策治理，在座很多人都读过有三个或者四个不同的互联网，也许呢这是以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但是主要的管辖体如果他们推出立法，对数字空间不管是欧盟、美国、中国、印度、巴西还有非盟，在立法的时候呢要强调数字合作，我们不能够只让双边渠道，比如说有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双边的沟通，我们应当呢让更广泛的国际社群都参与进来，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去防止互联网的碎片化。非常感谢。我想提一个问题，在本次会议上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从实践的角度来去推进全球数字的契约。我看一下在线有没有人想发言，也许我们可以邀请在座的嘉宾看看有没有人想发言。好，第一排的先生请介绍一下自己，并且请大声发言。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发言，我来自巴基斯坦。前面我们谈到了不同的定义，我的名字叫 Timothy。 我举一个例子，我是如何每天面到互联网的碎片化，就是当最终用户像我不能够去使用互联网服务或者使用服务受限，在我的国家有 1.4 亿人不能够使用宽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负担不起美国联合国。我们知道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导致Visa 卡和万事达卡的支付系统在俄罗斯不能够用。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样的政策的政治上的干预来自美国，我觉得这是会导致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 IGF 和联合国能够做什么来改变这样的做法呢？谢谢。非常感谢您的问题，我们可以听两三个问题之后再请嘉宾回答。我看到有人举手。好，好，先请那边发言。非常感谢 Bruna。 我是来自通讯协会。非常感谢嘉宾，感谢政策网络的
工作，我想强调两点，然后再提个问题。我想强调前面说了，在用户体验的层面是用户体互联网碎片化正常化，我们认识到现在有技术层面的碎片化，但是我们不能够低估政策和体验的重要性，他们会影响到技术层面创新，不一定给我们总是带来好的结果。第二点，有一个风险，在用户体验上，我们不能够否认用户体验的碎片化，因为接入和平等呢，它我们知道现在存在接入的不平等，访接入的不平等，它影响人们不能够从互联网获益。我不是说技术层面的互联网的碎片化不重要，但是我敦促技术社群来看现实，以及我们现在和未来可能在用户体验上可能面临的风险。我想提的问题也是一个提议，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技术和协调层和公共政策行为体的合作。其他嘉宾也提到了，我们必须要有协调。我想问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如何评估合估的状态，特别是在技术的协调 IB, IGF, ICANN, 互联网协会等等这些技术机构的合作，以及与那些公共政策人权组织等等之间的合作，你们是怎么评估的？谢谢。好，下一位提问者。大家好，各位尊敬的嘉宾，各位来宾，感谢嘉宾分享的真知灼见。我想提包容性的互联网治理，还有互联网的碎片化，想要避免这一点，我们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很不幸的是，有很多单边的强制性的措施是限制性的，他们针对某些国家推出了这样的强制性的单边的措施。在联合国文件当中，我们要求有意义的团结合作，能够帮助我们推动共同的议程。所以我的问题想问Jill 先生，您是联合国秘书长的技术特使，那这个团队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能做什么？好，请您解答。谢谢。我来说法文。我想就这个问题进行回答。在互联网治理的层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情况是影响到整个社群的，对于我们现今的有效治理是产生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些
行动呢，活动也得到了清晰的定义。我们需要确保，立法和标准化。以确保非洲的商业的流动，那么对于互联网如何来影响治理，如果我们来看 GAFA 的话呢，我们该如何来避免这个商业上面的碎片化是如何由互联网的碎片化引起的。我们知道互联网是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好的，我能插一句吗？好的，好，我觉得这是来自聊天框的问题，也许有人开了麦克风。您好，我能插一句话吗？好，谢谢，感谢允许我发言，大家能听到我吗？可以听到吗？是的，可以听到。大家好，尊敬的各位嘉宾，我是 Savadini， 我想谈谈互联网碎片化的问题。我觉得这方面主要的问题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缺乏对于特定主权的尊重，以及缺乏网络空间的治理。我们的网络方面的风险在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受到网络攻击。那这些呢，都是出于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目的。在数字世界的各个层面进行单边的行动，是与全球数字合作相违背的。我们需要在数字层面的各个层级的合作，来打击网络空间的暴力行为。我的建议有如下：第一，各国的政府应该基于国际法，比如说数字主权的相关的国际法的法律法规来行事，并且呢，应该在构建平台的时候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第三呢，应该将互联网定义为一个和平的、以发展为中心的、为导向的环境，一个公共空间。我们需要的是和平的网络空间，而不是相反。有一些国家的政策可能会导致互联网的碎片化。我想说，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面，全球数字契约能有什么样的贡献？全球数字契约如何能够解决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国家主权、网络犯罪？以及如何应对各个国家互不合作的平台的问题。好，谢谢。好，谢谢你的提问。
谢谢。我们非常赞赏并且呢非常认可特使就关于青年的观点的认同。那我是来自巴西的外交部，并且呢看到有很多的互联网碎片的原因，那么很多呢都是全球合作层面的。那我的问题是互联网碎片化与我们现有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就现在这个情况与互联网碎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对于互联网碎片化的标准如何来制定？我们未来如何能够超越这一模型？也许能够建立一种自我赋权的平台，如何能够通过应对互联网碎片化的挑战，为提倡人类的团结做出贡献，并且如何来确保联合国所代表的职责，让它能够顺利的实现。好，谢谢。好，我们还有不到15分钟，当然来自于各位参会人的意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提出的见解。也许我们可以简要的请您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在好几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当然 IGF 希望推动我们的工作向为这个全球数字契约做出贡献的方向来努力。好，我想回答两个问题，也许回答内容并没有与此问题太多的关联，但是我想说几句。那么现在呢，我们社群做出的决定呢，对其他人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其他的多利相关方，比如说这个技术层面的社群，他们会参与到特定的空间当中，反之亦然。商业层面呢，我们会考虑资源，在跨区域的活动当中，我们是要考虑这一点的。那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政策，其他的地方也有其他的政策制定的流程。但是呢，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人是参与不进来这些进程的。所以，作为社群来讲，大家的参与是很重要的。大家的决策，当然公民社会他们的资源可能不是那么的足够，没有办法来体现出社群受到的真正的冲击。而当决策制定的时候呢，政策制定者并不总是就位的，也许如果有更大规模的资源可以获得的话，我们的探讨在各个领域，不同领域的探讨的促成将更加有效，特别是考虑到互联网碎片化这个问题，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样的决策是可以被做出的，而这样的决策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不那么开放，不那么可互操作，不那么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所以影响到这些了解到这些影响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刻，
那我们现在进行这样的探讨就尤为重要了。我就先说到这儿，请其他的嘉宾也讲两句吧。谢谢。Emma， 能不能请你讲两句？好的，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的。好，谢谢。我简要的说一下跟刚才的问题有关的内容。有些人提到协作和合作，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合作和协作都很必要。那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得好吗？我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有一些利益相关方是参与进来的，有一些没有参与进来。我们今天进行这样的探讨，其实本身就说明我们需要更深一级的探讨，所以合作肯定是必要的。如果不理解我们手中所面临的这些问题，合作也没办法进行。各个行业也是一样的。对我们来讲，互联网的生态系统，特别是对政策制定者，互联网的各个流程，互联网治理的流程或者是原则协议，这是一个很好的点，起始点。IGF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进行对话，推动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如何把这些探讨进行转化，在政策的固定中间建立联系，以服务更广泛的技术社群和其他社群。好，谢谢。Raul， 你有什么要讲的吗？谢谢。互联网碎片化其实并不是说政策故意要把它引向这里，它是一个没有考虑到的一个结果，一个后果。所以我们觉得在政策论网络上面呢，它政策网络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能让我们的探讨继续更加深入，讨论互联网碎片化。这样呢也能给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材料。另外呢，从探讨当中呢，各利益相关方也能够了解政策，了解到大家的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有可能是很好的，也许能从这个探讨当中得到启发。大家的一些观点有的时候也没有预见到可能产生的问题，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是需要推动和发展多利益相关模式的。那么我们需要更加清晰的在本地、在地方、在各个国家层面上的这个政策制定，我们需要去要求这个本地和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相信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全球、国际和地区的这个层面上来推行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不够多，我们需要和政策制定者进行合作。我们需要加强和技术团体、技术这个群体的这个合作，以及和我们的这个观察员的合作。那么现在我们的技术群体呢，也是作为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需要去让这个技术社群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政策讨论中来，给我们提供一些真知灼见。那么他们不仅是需要给我们提供一些技术的这个意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技术角度来说，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制定政策和政策的讨论。那么我们的确呢这方面的政策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进行合作。好的，非常感谢 Rome。 那么
我觉得如果是要总结一下的话，那么信任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词了。 Edmund， 那么您再给我们总结几句好吗？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引人深思的总结词。那么我也想这个再接着刚才您所说的关于 Ariad 所说的这个关于平等的这个访问，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我们需要去了解什么是碎片化，什么不是碎片化。那么如果我们讲到数字鸿沟的话，那么它算不算是一个这个它不应该是一个这个碎片化的问题。那么对于公平而言呢，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提供商来说，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免费的这个互联网的接入，但是仅仅是在他们的平台上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么这就是一种这个碎片化。从这个用户的角度来说，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是这种碎片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会议上的 Ariad 和安曼蒂也讲到了碎片化，那么在更高的一层呢，是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碎片化如果足够大，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就在用户体验上的这个碎片化如果足够大的话，会影响到我们的技术层面上的碎片化。那么刚才 Ariad 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然后也讲到，那么我觉得呢关于像这个治理这方面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能理所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的 ICON 的社群能够从这个IPEF 互联网这个治理共同组和这个互联网协会都能够共同的参与我们的讨论，贡献他们的真知灼见。另外一方面呢，是对于我们的社群参与 ICON 参与这个技术社群的讨论也体现出了我们的这个多立相关方模型的特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关于全球的数字契约。那么这是我想讲最后一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多立相关方模型呢，我们不仅是关于这个模型本身，而且呢也是相关的这些机构在促进这个多立相关方模型的合作，包括ICON 和 IETF 互联网工程组，那么还有这个地区域的注册局、注册管理机构等等这些参与方。那么我们需要去加强这些不同的这个多立相关方的合作和信任促进我们的全球数字契约。那么这不仅是一个文件，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那么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参与。那么对于技术社群来说呢，他们是非常踊跃的参与，进行了参与，应该是17年以前20年以前他们就非常踊跃的参与，那么帮助我们这个建立了 IGF 的这个论坛和多立相关方的模型。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技术社群呢可以再次发挥他们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帮助我们在 ICON 和 IETF 能够这个继续的给我们提出帮助，帮助我们避免物联网的碎片化。好的，非常感谢 Adam。 那么我们就请Tania 在线，他是通过在线的形式来参与，我想有请他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好的，非常感谢，我是 Tania。 那么我写了很多页的笔记，那么我希望能够去总结一下，简明扼要总结一下。那么我们所听到的很多的一些问题是，就是这个碎片化它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非常多样性的问题。那么它是关于不同的一些层面，不同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执行的层面上，在很多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去共同的去解决碎片化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了解是由于这个商业的一些做法，还是技术上的问题，还是什么别的一些问题导致了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所以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需要去逐一的讨论和解决。那么我跟 Edmon 刚才讲到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多样性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关注于我们如何去做一些和互联网相关的事情，但是呢
我想这么说吧，很多国家并没有正式的投入到独立相关方的这个治理的模型，他们并没有正式的这个承诺和投入。那么有些这个国家呢是重视人权，重视这个发展和重视这个平等。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用很多的一些工具来解决这个互联网的碎片化。那么我想强调的一点的是，Adam 刚才也讲到了，在技术的层面上，在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技术层面上，那么任何的一个政府和任何的一个国际组织，是都不是任何这个我们技术的层面，并不是由任何的一个政府或者是国际组织所制定的，而是由我们的整个社群来制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唯一的识别符是我们的社群来制定的，而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者组织来制定的。所以呢，我们应该相互的信任。我们应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前提呢，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理解，对于这个碎片化有什么样的这个定义，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理解。那么我们需要去，比如说像在这个技术的层面上呢，它是关于像互联网的识别符或者是协议。那么它不仅是关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一些识别符和协议，也是关于治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个技术社群能够参与，像这个 ICANN 也需要能参与。但我们的这个职权范围呢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不仅是进行协调，我们希望能走出象牙塔，来向政策制定者来解释相关我们所关切的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全球稳定、可靠、可互用的互联网。谢谢。好的，我想有请您再给我们做一个这个总结词，那么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那么好的，非常感谢。我希望讲法语。我们有在数字空间，我们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商业的主体，那么他们是也有相关的一些责任，来避免互联网的这个碎片化。我们讲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平台，那么实际上呢，他们是非常有权力、非常有力量的，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我们需要去理解，这方面的商业主体的责任。那么我们也需要去了解这个多利相关方的这个模型呢，我们需要去纳入这些这个商业群体，让他们共同与我们帮助我们去防止这个碎片化。那么如果我们缺少这个多样性的创新体系的话，那么我们的未来呢将不容乐观。那么所以呢，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对于您的问题的一个回答。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关于这个政治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的顶层出现了裂缝的话，那么这裂缝可能会蔓延到底层，蔓延到我们的基础。那么所以呢，我们有些不好的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在包括在顶级域名这方面，我们进行很多的工作和讨论，来确保互联网的正常的运作。那包括对于顶级域名的这些访问不应该受到限制，这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避免了这方面的问题的出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动态的这个发展。那么有时候是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数字的主权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去关注边界，这些问题的边界在哪里，我们不应该越界。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个碎片化的边界在什么地方。那么刚才我们来自于这个伊朗的同事呢，您也是问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些问题，在全球数字契约中如何去反映这个您所提到的这些问题。那么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呢将会参与上述的讨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可以去
进行参与贡献这个最终的全球数字契约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我觉得呢，我总结了一下刚才我们所进行的一些讨论，我们的讨论呢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政治灼见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在一起进行分享，非常感谢。好的，谢谢您给我们的总结。那么也是感谢每一位嘉宾给我们做的这个分享。那么这是关于互联网的碎片化的这个讨论的全部内容。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现在很多的路要很多工作要做，很多的一些这个一些界定和定义我们需要去达成共识。那包括我们的这个像管辖权等等，管辖权的这个边界和这个基础设施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以及对于我们多类相关方模型的这种承诺，也是需要不断的加强。我们对于IGF 的这方面的这工作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再次感谢大家所有人的参与。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计划呢，就是希望能够强调那么我们的这个关于全球数字契约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讨论呢，是到明年的年初的时候都是一直保持开放的。所以呢，大家在此之前呢，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多做贡献。好的，我们到此会议结束，祝大家午餐愉快。